立法院好多人長期咧係支持嘅。咁依個嘅成績咧，我哋所有人都知道。咁如果我哋作為我哋嘅立法院咧，嗰啲準業主啊，係好期待咧，朗日嘅社區，即係嗰個協群嘅社區中心咧，係未來咧係進駐係提供服務嘅。咁朗日花園係一個長者大廈，咁我哋而家已經進行緊工程啦。咁道路啊、基礎設施啊，一直喺度做。咁我哋期待咧係2006年，即係2026年嘅年底或者2027年嘅年初交售使用。咁呢段過程嘅話，我哋盡力喺度努力。咁我哋亦得到咗協群嘅支持。咁協群嘅話，將會咧係會進駐我哋呢個中心以後咧，為長者提供服務嘅。